六七，我们是一个奶妈七个娃。哎，神圣，我刚刚带我们家小鬼去出那个199出道包，吃的好爽哦。啊，小鬼，你帮我照顾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有一股浓浓的便秘啊，现在没有去拉个两斤，怎么受得了？先生，麻烦你帮我带个小孩，我去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啊！干嘛？你们把我当成托儿所了？人家都是约四开打麻将，哪有人约四开一起大便的？还有几个小鬼一起来好不好？我自己一肚子大便都还没拉呢。哇！如果今天打麻将，我可以打两桌了。干什么？这年头撇钉也要算出分的。